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今年国小组的最后一所参赛学校。很快的哦，我们就要知道今年的冠军是谁了哦。那当然，今年的最后一所参赛学校是来自台东的大武国小。大武国小也是强队哦。我们先看一下他们学校的影片介绍。全国大赛，校长和老师们对小朋友都很有信心哦。今天最后一所的参赛学校大武国小。